因为我天天在部落上整活，被首领重点观察了。虽然我平时和首领关系不错，但即便如此，这也不能阻止我整活的决心。现在是半夜凌晨，首领应该是不在的。好，那就偷偷整一把速度最快的秒拿流派，趁首领不在，赶紧偷偷打完。只要本期视频投币过2000，立即更新一下。